进牌。下车的乘客请从右侧车门下车，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。本次列车终点站为永界路，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，前方到站书房。列车将开启左侧车门，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下车的乘客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。